不上来了，爷爷头晕是吧？他不用上来的，他底下台悠腾悠，不悠台也不好。哦，坐上车他都上不来。嗯，晕的呗。那几点钟了现在？现在快了九点呀。快九点哈。差十来分了。松了，然后不小心把。
是没有那个窗，这个窗户的。有一些有一些没有了。那边没有这个窗户的，他们。是啊，我也不知道啊。是不是他们忘记修了？以前他有四五 C 的，不知道他现在那个车到哪去了，可能改了。
缆车这样的改了。啊，现在变成这个山顶了，直接坐在山顶了。不过这样子看最合适的时候，其实风景更好。看人家的别野，山顶上的豪宅别野，说是。妈妈，我上别野，你这么远还看到下面的车了。是啊。你看这别野。你看这样子更好了，这样子风景更好。我们坐火车还看不到这种风景。能看到那些。妈，你看这里是不是有钱人的别野？别野。哪里啊？这里啊，这里就是有钱人的别野啊，山顶豪宅吗？那个李嘉欣他们就住这里有一套房子吗？那些公寓吗？你住豪华的。